赵先生，哎，请问一下，你是不是那个专业的那个部落客啊？哎，对，没错，我有在写部落格，没错。啊、我就跟我太太讲说，你照得很认真哦，每个角度，我就在想，应该有在这方面的那个专业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没错，我有在写部落格啊，没错。对了，一般我们出来照的人不会这样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说你种好诶，你在你生活上哦，做自己想要设备，家己要爱搞。对啊，就加减啦、啊，不然也是没有事。对啊，我就想讲，